在很多人眼中，宋慧乔一直都是女神般的存在，长相清纯，演技精湛。可就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女神，却在爱情的道路上受伤了。与宋仲基分手后的宋慧乔还经常化着烟熏妆，与当年那个清纯的她判若两人。很多人都说宋慧乔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近日是宋慧乔的生日，所以她也更新了不少近照。我们发现38岁的宋慧乔重新美出新高度了，这满脸的胶原蛋白与少女感，又是那个我们熟悉的乔妹了。不得不说，38岁的宋慧乔也太美了吧，让人有点不敢相信。不管是哪个角度的照片，都看不出宋慧乔是38岁的女人了。有点婴儿肥的宋慧乔真的好美好美。如今的她脸上多了几分成熟的韵味，眼神依旧是那么清澈。在爱情里摔过一次的她，未来更勇敢呀。离婚后的宋慧乔越来越美了呢，祝福宋慧乔早日碰到自己的下一个真爱呢。